周姐，孙班长他们是不是牺牲了？不会的，不会的，没事，别怕，有我呢。周姐，我们不怕，我们不怕。 他们往河边跑了，别让他们跑了，给我抓活的！是。放下枪投降吧，不会伤害你们。 周姐，队长说过，我们宁死不当俘虏，姐妹们。 我要你直接回答我。你还是自己看吧。不会的，顾凯不会死的。你们骗我！顾处长，滚！滚！ 各个都是好样的，宁死不屈呀！刚刚从河边打捞上他们尸体的时候，全村老百姓没一个不掉眼泪的呀。
还有幸存的战士吗？11个人，除了周班长以外，全部牺牲。周班长也生死不明。继续扩大寻找范围，河的上游继续寻找，河的下游多派点人手，同时呢，看看当地老百姓能不能帮着一起寻找。是，明白了。支队长，支队长开门啊！行了，别敲了，怎么敲也敲不开。他都好久没吃东西了，还是让他静静吧。支队长，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是你不能把自己憋在屋子里啊。林霄已经找不着了，你再把自己的身体拖坏，你让我们可怎么办？你开开门，吃口东西。支队长，我把饭给你放门口，你要是饿了，你就开门吃一口。说说啊，这一上午白忙，可不是嘛。哎呀，你说说，这附近林子那么大，咋一只活物都没有？是啊，哎，这几天呢，天天喝粥吃咸菜，这嘴里边啥滋味都没有。哎，有东西吃就不错了，回头到前面的村子抓两只鸡吃。行了，赶紧盛出来吃吧，一会儿糊了。哎，不对呀。咱们出去的时候锅盖是盖上的吧？吃饭吧，这也没人啊。听兄弟们说，咱们底下的人去征粮，在赵家村一带发现了好几个新四军。听说还有好几个女的。老谢，这个事儿我也听说了，可后来不都说跑了吗？哥哥，在新四军这方面，咱们多上点心呢。是啊。这每抓一个新四军，得捞多少好处啊？这万一抓到的人里边知道向兵里的消息，
向宾礼，向宾礼。这新四军的队伍就那么好抓的？报告队长、副队长，咱们的人抓住了一个新四军娘们。啊？支队长，你把门开开，吃一口吧。你好久没吃东西了，这样身子扛不住啊。我这特意找人给你做的酱油拌饭，你开开门吃一口吧。金荣，支队长还没吃饭呢。这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口东西也不吃，也不知道干什么。这不吃饭也不行啊。支队长，支队长，铁光，集合所有干部，开会。是。看我怎么审他，整死他！哎，队长，黑哥，你们怎么来了？啊，听说抓了一个新四军的娘们儿，这么大的事儿，我当然得来看看呢。是有这么回事，咱们之前下去征粮的兄弟抓回来的。哦，人呢？带我去看看。我要亲自审。干啥呢？磨磨唧唧的，带我们进去，快点的。人被带走了。谁呀？啥？被谁带走了？啊？顾处长。顾呀？同志们，我现在代表二支队，正式宣布打击车桥镇的鬼子，为咱们死难的同志报仇。对，报仇！报仇！这也是上级的意思。上级对这次惨案非常重视，特意电令我们独立团对鬼子采取报复行动。团长已经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咱们。现在这车桥镇的鬼子大部分都在外作战，山口一雄这畜生估计没个十天半个月也下不了床，剩下这点鬼子和伪军，咱得想办法给他引出来。没错，山口一雄，他这条命早晚是咱的。金荣，到，带领你们连队，明天给我进驻云口镇。云口镇之前是国民党军队驻守，现在他们调防走了，日军也想进驻，我们就在这个当口先进驻云口镇。但这次跟以往不同，我们要大摇大摆敲锣打鼓，动静弄得越大越好，所有的鬼子知道新四军进驻了云口镇。是。同志们，对这次战斗有没有信心？有。这不是新四军的队伍吗？咋了？国民党军走了，新四军占了这地方。之前不是说日本人要接手吗？管他是新四军还是国民党军，总比日本人占了强吧。再说了，都说新四军仁义，不摊派，不欺负咱老百姓，只要啊能让咱过上好日子就行。这里是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中国，不是他们日本人的。我们熟悉这里的一山一河一草一木，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乡。对，不要惧怕那些日本人，只要我们军民团结起来，整个江南团结起来，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我们就能把他们赶出中国去。对对对，快老家去，快老家去。今天我们新四军正式进驻云口镇。好！干啥呢？哎，宋世英，你想干什么？你这个臭女人，我早就忍不住你了。你不要以为有山口太君给你撑腰，你就可以在我头上拉屎撒尿。我忍你那么长时间了，不是因为我怕你，竟然敢在我地盘上带走人，你想干什么呀？啊？想抢我的功劳啊？人呢？那个新四军娘们呢？给我交出来。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就算山口太君知道这件事，我也不怕。人，你带不走，因为人已经死了。一个死人，你怎么带走呢？人死了，我才不会管他的死活。今天，就算是尸体，我也把他带走。 我们行动处想带走谁，需要通知你宋世英吗？今天你也别轻易想走。你说什么？还这么横啊！哎呀，把枪放下！哎，宋世英，我平时看你挺蠢的，没想到你这么蠢。怎么，你以为我们行动处没有人吗？今天看看谁的枪多。 执行任务了吗？这到底怎么回事？之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他们哪儿冒出来的。行了，别说话了。顾处长，今天呢，今天我心情有点不太好，喝了两杯酒。对不住，对不住。哎，那个，你就不要怪罪了，啊？我不怪你，啊，男人嘛。 总有喝了酒马尿灌多了耍酒疯的时候。既然宋队长你都这么说了，我就给你个台阶下。你呀，当着众兄弟的面给我跪下，叫我声奶奶，承认错误了我就放你走。别跪下！不跪是吧？准备！哎，等等，宋哥，我跪。 奶奶，奶奶，你就放过我和我的兄弟吧，啊！哟，乖孙子，承认错误了，以后千万别惹奶奶。给我带着你的人，给我滚出去！这就滚，好，大哥，走了，兄弟们。 你们也都下去。是。怎么样？还合口味吧？ 我特意找了家鲁菜馆，给你点了几样小菜。你们东北菜和鲁菜很像吧？没事儿，你们出去，不叫你们，不要进来。是。真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 而且，是我抓了你。你以为你这么制服我，你就出得去吗？这里可是日本人的地盘。就算我死，拉一个垫背的也行啊。你真的杀了我，就少了一个新四军重要的内线。 你肯定会后悔的。什么意思？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弟弟顾凯是不是真的死了？你还不知道，就是被你的英雄杀死的。行，我放你走，并且我让你带个消息给向冰里。大哥，刚才就应该跟那臭娘们拼了！ 拼拼拼！你整天就知道拼，只要那娘们一下令开枪，咱们几个都得死。你认为谁会给咱们哭坟呢？啊！这男儿膝下有黄金，你这一跪，咱们保安队在行动处的面子就全没了，永远抬不起头来。我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就不信了，咱们几个小命留着，就没有机会弄死那个老娘们儿。
等小野太君回来了，我高低告他一状。又啥事儿啊？队长，这是咱们云孔镇的探子给的消息。江抗独立团二支队的一个连进驻了云口镇。云口镇？是啊，消息可靠吗？这云口镇可离咱们不远呢。这里写得很清楚了，你看看。哥哥，你说向兵里的队伍在云口镇，那向兵里会不会？是啊。太君，这云口镇可是咱们进驻的重要地方，现在给新四军占了，影响太大了，咱们必须给夺回来啊！我也想抢回来，可是怎么抢？现在整个车桥镇只有40多名士兵，而我还要维持整个防区的治安，就这么点兵力，怎么夺回云口镇？太君，还有我们保安队的兄弟们呀！我跟你说，就我带这帮兄弟，我冲在你前面，一天时间必须拿下云口镇。我跟你说，是啊，太君。保安队，一群土匪跟乌合之众罢了，妄想跟新四军的部队作战，派你们去，还不就是去送死？不是，我说你这不……哎，等会老七。太君，这次进驻新四军的队伍，可是向宾礼手下的一个连。向宾礼没准就在这个连队里，向宾礼可是山口太君想要的通缉重犯，如果捉住了向宾礼，这可是大功一件呢。你怎么知道向宾礼一定就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维持整个防区的治安，而你们配合我，其他的事情一律也不要想啊。行，是你们说说啊，咱来云口镇都多少天了，这鬼子啥反应也没有啊。对呀，一点动静都没有。行了行了行了，是啊，是啊，没动静。哎，你说这鬼子会不会识破咱支队长的计谋啊？那谁知道啊，反正这些天没打鬼子，我手都痒痒。对，我们也是。政委，支队长，支队长，坐吧。大伙儿刚才的牢骚我都听到了。我的想法，如果说鬼子目前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计划，这个可能性不大。唯一的理由，就是日军现在在镇子上的驻军比较少，不敢轻易行动，只能龟缩在镇子里。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要添一把火，把鬼子从老巢里引出来。看来我们针对鬼子的这次行动，让他们意识到我们进驻云口镇对他们有很大的威胁。眼下的局势是国民党部队跟日军的战况是非常的焦灼，双方的供养补给都很紧张。那么日军的补给线是在哪儿呢？待会儿看啊，就在云口镇边上的这个旧官道上，就是日军的后勤补给保障的重要通道。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们打几个漂亮的突击战，扰乱截断他们的后勤补给，哪怕就是袭扰，那么日军会不会紧张？这是个好主意啊。坐吧，同志们，我们详细研究一下。来来来，坐。Thank you.
宋师爷，你记得你答应过我，一旦有项兵里的消息，就带着人帮我去打项兵里吗？我告诉你，你要不打项兵里替我哥哥嫂子报仇，那我跟你干有什么意思啊？哎呀，我的老七呀，你说你脑袋怎么这么轴呢？那天你又不是没去，我对日军的什么态度啊？我尽力了，不是我不想去，是日本人害怕他不敢去，他们不敢去。 那就在镇上待着，你我带兵去不就完了吗？不是，关键日本人他不让咱们去啊！再说了，就咱们这点兵力，他也未必是项兵里的对手啊！别跟我说这些，如果你不帮，好，别怪我带着我的兄弟们撤。哎，老七，我可提醒你啊，这可不是你应该说的话，这什么地方？这是皇协军，不是以前你们山上，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再者说。 你真的要撤了的话，你认为日本人能放得了你吗？啊？那你的意思就看着他项兵里在云口镇威风？你别忘了，今天派出去的运输队就是被他西四军他们给劫的，那儿离云口镇可特别近，肯定是项兵里干的。再一个，今天死的可是咱们的兄弟啊！这事儿我知道，老七。可咱们现在有啥法子呀？啊？谁让咱们得听他们日本人的呢？ 咋的了？谁吹的集合哨啊？谁呀？啊？谁呀？谁下的命令？谁下的命令？快快快点！谁？太君，夏一太君，你不是在前线带着队伍打仗吗？怎么就忽然间回来了呢？啊？还不是你们这帮蠢货！ 办事不力，我才不得不回来。云口镇新进驻了一支新四军，云口镇本来是属于我们皇军占领的，没想到被这批新四军给抢了先。而且，这个新四军气焰非常嚣张，以云口镇为基地，劫持了我们皇军的补给线，威胁到我们皇军在前线的作战。 这支新四军，我们必须铲除，所以，我命令你们保安队配合我们，一同前去营口镇讨伐，把你镇外边的所有兵力给我调出去。是，都跟上啊，快！ 上当了！哎，你呀，赶紧通知金连长，让他那头做好战斗准备，快去！是。剩下的兄弟们，跟我走。金连长，高连长让我告诉你，鬼子上当了。现在撤侨镇外的伪军已经集合离开了营地，高连长让你们这边做好准备，在半路拦截伪军。 知道了，准备战斗吧。是。都打起精神来啊！一会儿好好收拾这帮伪军们。是。哥几个，你们几个一会儿先包抄后边，听我的枪声为号。只要我这一开枪，哥几个就给我狠狠的招呼，听明白吗？是。去吧。 都跟我跟上！
不会是咱们镇子外面的营房被偷袭了吧？你可别吓我。坏了！报告，队长，不好了，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江抗军偷袭了我们的营地，我们上当了！什么？回员，打！赶紧回员！こんな長い時間、なぜ援軍はまだ来ないのか。コノコ、ご存知通り、奴らは信頼できない。もう一度命令を出した方が。先進に連絡した。1時間以内に援軍陣に着けろ。早く。はい。咋了这？全死了！哎呦，这谁干的？谁干的？啊！这谁干的？向兵礼，肯定是向兵礼干的。不要再跟我提向兵礼。队长，你前脚刚走，我们遭到江抗军的偷袭。要不是你及时赶到，吓跑了江抗军，我们恐怕营地都保不住了。队长，队长，皇军让我们前往云口镇外支援。支援？我拿什么支援呢？咱们老黄都被人打成这样了，是来支援我们的啊？侯哥哥，偵察によると云口镇のあたりに敵の部隊が見当たらない。畜生！敵の策にはまってしまった。長城镇外は危ない。すぐ支援しろ。早く。はい。すぐ反撃！
小野，袁家路窄，又见面了。严兵力，那我们今天就来个了得吧。来啊！すぐ封鎖く警備合出禁止敵の急襲によく注意しろ東唐镇の部隊に電報しろすぐ増援部隊を出してくれはい此时来云口镇跟我会合，你为什么没有来？你为什么？太君，我们也遭到新四军的袭击啊！我们在营地啊！太君，我问的是你，你为什么没有来？为什么？太君，なんでそんなに悲しい？山口太君，山口君。你不是答应要放我走吗？怎么还不照做？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刚刚下了戒严令，想出镇子比较难。等过几天风声过了，我立马放你出城。姑娘，我丑话说在前面。如果你想利用我引出向宾礼，我劝你早点死了这条心。是你眼里的光芒，让黑暗依旧有前方，在烈火之中不绝望，能看见天堂。乱世的天空中依然有太阳，那是你雨雪纷争留下光芒，没有你给我的力量，我怎能捍卫这地方，愿成为你彼岸的灯塔，站在绝境中点一盏月
冰花依然绽放。是的天空中依然有太阳，那是你雨雪纷扰留下光芒，没有你给我的力量，我怎能捍卫这地方，愿成为你彼岸的灯塔，站在绝境中和平。